前男友是什么样的？我前男友就是一个比较顺着我，就是我他。拜托你们两个人就继续交往，也别害到别人了，好吗？谢谢寇老师。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，12岁到18岁的孩子给他看这10本书，他会越来越棒，他会放下手机，不再拖延，不再叛逆，结果超出你的想象。第一本，你不努力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第二本，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。第三本，
余生很贵，请勿浪费。第四本，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。第五本，你的努力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。第六本，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动感情。第七本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第八本，再见了吧，拖延症。第九本，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。给孩子一个机会吧，你的礼物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。